奇，今天呢，我要来挑战一个十分钟化妆。我为什么要有这个挑战呢？因为你知道啦，女生化妆就是很长的时间。说，我刚好又赶着要出门了，对，我的头发是已经set 好了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只是化妆，我就可以赶着出门了。OK， 现在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 start 那个 timer。OK， 这个是十分钟啊，所以我们 let's start。So, 首先我是没有上 foundation 的人来啊，所以我是直接上一个那种 CC 固身，就是类似这种。喜欢用这个 brand 呢，那我觉得，因为它是有点粉粉亮，是粉色的颜色，会觉得很，打在你脸上的话，你会觉得有点粉亮，会好像很实质的黄色啊，或者那种烟款的。我要很快。 我是用这个 concealer 遮我的黑眼圈。Then the next step， 我就画眉毛。这是 benefit 的，两头的。所以通常我都是只是画眼头吧，因为我已经有那个 embroidery 了。还是拿刷子刷一刷。OK， 好了 ，then 哦，就用这个，它是 dual stick 的，是 Etude House 的。然后我很喜欢用，是因为它是两个头的嘛，一个是提亮的打亮的，一个是就是你可以拿来做阴影，所以我通常都是会放在鼻子这里一点点。然后它提亮的部分哦，就涂在上面一点点。好了，剩下五分钟，快点！等下我们就画 eyeshadow。我很喜欢这个 palette， 我朋友送我，因为它是四个颜色吧，很简单，然后很好用，很方便。然后我也是很喜欢这个颜色啦，因为它是 orange 这样的嘛，所以我就用手啊，用手。像眼尾的话，我就会用比较深的红色打后面。OK， 好了，这个 YSL 啊，提亮了，所以我就按一下，帮它就出来了，那我就。打在我要的位置。OK， 我们要来画眼线了，我还有三分钟，应该可以了。好了，我要来涂腮红。这个舒膏的腮红还不错哎，就是它是雾状的。然后就觉得你推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舒服，然后它的颜色也不会太深，你就觉得好像还不错的，它推的时候很舒服的，就好像滑滑这样。可以好了，不要打太红。然后 the last step， 我就要来画口红啦。这支哦是 last 的口红，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很美，一号来的 bubbly。而且哦，他们家口红是很主打，不会干，然后而且它是 matte 的，就是它很特别，是它是 matte 的，可是它不会干，我觉得很不错的呢。然后哦，他们的口红哦，其实可以拿来涂 eyeshadow， 跟这里腮红。然后跟嘴巴，所以它是可以三个地方用的，所以我觉得
真的是很好很好，真的很好。所以你看到现在我的嘴巴涂好了，是不会干干的，很不错哎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我很喜欢。到了到了，十分钟了，所以我的妆哦还是可以在十分钟内完成，还不错哎 ，proud of myself。OK，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，拜拜。因为我要出门了。